你对付那四个，洛明轩他俩交给我。他们四个不足为患，剩下的我跟你一起面对。你这样，让我这个昔日门主的威风往哪儿去耍？ 他们是因为先前与你相斗时，力竭至此，才会这么容易被我困住的。你倒是会给我铺台阶。你总是这样不动声色的，这般温柔的做事，我却不知。我当年说要去找他的时候，你该是怎样的心情？骆明轩，你可耽误了我不少事。 出现，再待在这儿，只会拖金仙后腿，我与明轩可以应付。走啊！走。 当年的老者，替你死在神凤火中。今日，你休要再逃。 骆明轩，今日你必须死！ 我斩凤鸟，你杀骆明轩。好。 今日，你必须死！
梅轩，梅轩，梅轩，苏柔啊，你是我夫君。我的妻子，周瑶，母亲，这世事从不顺我心。门主，陆朝阳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会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哪儿。他会去哪儿？他会回外路门。阿大，我还想再找一会儿，可不可以麻烦你让暗罗卫先把苍岭哥哥还有柳卫先带回去治疗？你要去找什么？而且，刚刚门主说的前门主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说来话长，等回头我再跟你说吧。门主，陈吉山都找过了。卓成殿也找过了，都没有。他不会不见，他不会不见。厉门主，门主，厉门主，来人，快请南山主过来。朝阳，